上过来啊，将鞋啊脱落，行向餐边。出来，小朋友将要进行第一届的体验。一拜敬皇天，二拜田头田尾土地公，三拜本敬列位众神明。菜内面四个拢充满囡仔的叫声和笑声，因为这是因以前唔捌有过的经验。大家土地插黄的感觉如何呢？踏在田里面的感觉怎么样？怎么这么变？好恶哦！好恶哦！为什么？黏黏的这样吗？是好怎么样？那个土很恶心。很恶心，为什么？因为踩下去软泥巴。软软的就对了。笑好厉害。啊，会不会冷啊？会啊。会啊、哦，所以会不会觉得农夫很辛苦？因为他们都要踩在田里面。对啊，你只有踩一下子，他们踩很久，这样会不会很辛苦？会啊，所以要珍惜米饭吗？有啊。位在到了市区的顶山国小，就比较罕你看到这么大片的田地。这个校方和到了市农会合作，和学生进行种稻的体验活动，就是要借着农会的经验，和囡仔更加实在的感受。看稻子长大的计划呢，能够让小朋友能够亲身去体验种稻的乐趣，那等一下小朋友也要亲身去体验插秧的乐趣哦。那进而呢，可以去了解一个当农夫的辛苦，那才能够真正了解米农师里面谁是田中孙、粒粒皆辛苦的意涵。我们呢要珍惜食物，我们不要把食物呢把它呢这个浪费掉啊，各位同学好不好？卡达是地亲身感受寒天所产水的辛苦，等到修行挂掉啊，对囡仔来讲，应该有更加深的体验，更加知影什么是小好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